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跟你分享一下这个 Magic PR 的新产品啦、但是这个产品的名称有点冗长哦，听好了，美极品 AI 跟拍三角稳定器。这上面真的是非常多东西，该有的都有，有三脚架，有自拍棒，还有一个 AI 智慧云台。它还直接附给你一个 LED 补光灯，没关系，我们就来快速开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OK， 盒子里面有一本说明书，有附给你一条 USB Type C 的充电线，有附给你一个超级迷你的 LED 补光灯。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稳定器本体啦。哇塞，其实蛮轻巧的，这个、而且折起来看起来是蛮小的，一只手掌的大小。最后盒子里面还有一个黑色的收纳袋，就这样，那我们就直接来玩玩看喽。跟踪，哇塞，这个 AI 智慧追踪功能真是太酷炫了吧！所以你只要对着这个影像稳定器比较 OK， 它就会开始追踪你的人。如果对着稳定器比5的话，它就会变回原本的影像稳定器模式。我觉得最厉害的部分就是它人背对着镜头也可以持续追踪，所以它不是在追踪你的人脸，它是在追踪你的整个人的肢体动作，真的是超帅。所以如果像是我自己一个人到一个荒郊野外想要拍一些很漂亮的风景，那我就架在那边，它就会一直跟着我拍，真的是太棒了吧！稳定器的部分，我们就直接带出去拍摄一些酷炫的画面啊，顺便展示一下这样的影像稳定器搭配自拍棒的组合，可以变出多少的花样。我们侧边有一个影像稳定器的锁，所以我们只要轻松的拨一下，我们的手机就会固定在原点，所以你在移动的时候啊，你手机就比较不会晃来晃去的。这稳定器上面的手机夹座还蛮特别的，就是你只要塞进去就可以开始使用，你不用在那里锁紧啊、调紧松度啊、干嘛，你直的横的就这样塞进去就可以快速调整，真的是超级快速。这个小小的蓝牙遥控器功能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它除了基本的像是直拍横拍的调整啊，它还有一个功能是很酷的，就是360度无限轮回旋转的功能，就是你可以拍摄然后这样子一直旋转旋转，看起来是一个还蛮迷幻的效果。那你也可以用这个蓝牙遥控器直接连接你手机的相机 APP 来触发你的快门。那因为功能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如果你有一些忘记啊，说哎忘记这个怎么用了，那所有的说明都在这个小框框里面，你就不用随身携带说明书出门啦。我们就稍微玩一下自拍棒的部分。哇，有影像稳定功能的三角自拍棒真的是太帅气了。如果你想要使用这个的三脚架功能，那我会建议你就直接把它放在桌子上使用啦，因为你如果放在地板上的话，这个高度只有到你的大腿而已，真的是有点矮，所以你把它放到桌子上可能才会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高度。 Magic PR 官网有写一个神奇的组合，那我觉得正常人应该不会这样用啦，就是他说如果你觉得太矮的话，你可以再购买一个 Magic PR 的 Pro Max 三脚自拍棒，你这样子就可以有一个比较正常的高度，但是除非你手上已经有一个 Pro Max 自拍三脚架，那不然我觉得这样子的使用情况应该是微乎其微。最后我们讲一下这个小小的 LED 灯啊，其实就是非常简单啦，三段的亮度，三段的色温，就这么简单。那你可以轻松用磁铁吸到我们的手机的左边、右边，或者是我们下面的位置，就这样，非常简单。好了，那这是我们今天的 Magic PR AI 跟拍三角稳定器的开箱分享影片啊。那当然喜欢这影片，按赞，订阅我们频道，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这里有一个全部都是开箱影片 playlist，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My name is Kai Yu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